前，我记得我小学，我们也算是吧，我还是记得，也算是吧，我们班，所以我们是没有高一高二考吧，就可能就上个高中，啊，就上上这个高中，然后后面我通过理科，通过理科，我没有上大学，没有录。我们就是说，都是用飞的，但是从这里来，是大概从这里，从深圳那边，大概我们是深圳深圳的运输，大概有20多，我们都是，我们是那个，我们是在台湾这边也是很多人在工作，也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你那边训练他们，因为这气候比较有些变化嘛，所以我们的老人家的做法，不能用在现在了。刚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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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我们的这次训练，大概是从我们刚才发刚才发的刚才的训练，做好之后，做好的话可能是从刚才的训练，因为刚才在一天大概也是大概一两三个小时，就是在做刚才的训练。